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2013年，电影《富春山居图》上映之后，引发了人们不少热议，也让这幅充满传奇色彩的名画《富春山居图》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幅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被列为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更有意思的是，《富春山居图》还是这十幅名画当中唯一的一幅文人画。那么，什么是文人画呢？在中国古代，文人通常是指工于文章、有独立思想的人。顾名思义，文人画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的职业画家们所做的绘画。创作文人画的画家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比如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就被后世奉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画作之中有诗的影子，诗句之间也有很强的画面感。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就用文字描绘出了一幅清新明快的雨后秋山图画，也寄托了诗人高洁的情怀。文人画的创作往往是画家为了抒发个人的情感而作，这种情感的需求到了宋代变得更为强烈了。宋徽宗时期建立起了宫廷画院，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宫廷画家，他们对画工要求很高，讲究高度的写实。与此同时，宋代的一些文人雅士另辟蹊径，画出了很多以写意为主的作品，进而提出了类似于文人画的概念。比如大诗人苏轼就曾经写道：观世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意思就是说，看文人画就像是看天下的骏马，观者会为他所表达出来的意蕴神气而折服。文人画的特点是并不追求外形相似，而是更加讲求笔墨当中的情趣和作品所流露出来的文人情怀，这就给了画家更多可以自由表达的空间。同一个画家在宫廷画院作画，只能够按照刻板的模式创作，走出画院后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比如南宋的画家梁楷曾在宫廷画院里任职，是当时最高级的宫廷画师之一，还被皇帝特别赐给了金饰的腰带。但即使如此，梁楷还是感到非常的痛苦。对于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画家而言，按照规定作画就像是被捆住了双手一样。后来他离职而去，画出了传世名作《泼墨仙人图》。文人画家和宫廷画师的区别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明末清初时期，清朝宫廷中的四位著名画师因为都姓王，被称为是四王，他们画风正统，作品趋于程式化。而与此同时，还有和四王的艺术追求截然不同，更富于个性的四位僧侣画家，被称为是四僧。四僧之中又以八大山人朱耷为首。朱耷本来是明朝皇室后裔，后来削发为僧。他的作品往往不拘泥于布局章法，而着眼在气势，不落俗套，又具有独特的创意。比如在他的画中，鱼、鸭、鸟等都是以白眼向天，造型十分夸张，充满倔强的气势。朱耷正是以这样象征性的手法书写着心中的情感。文人画中常见的符号除了花鸟和高士仙人之外，梅兰竹菊四君子也常常入画。清代的画家郑板桥就以画竹而闻名，他通过画竹子来表明自己的志向，还留下了仙魔万机还兼境，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佳句。郑板桥的竹子固然画得惟妙惟肖，但其实文人画并不以形似为重，而是把笔墨的情趣放在首位。文人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就是这样一幅集大成之作。《富春山居图》描绘的是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居住的浙江省富春江畔的景色，
但是后人又并不能明确地找出来他所描绘的到底是其中的哪一段风光。黄公望对山水景色整体进行了提炼，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家通过这些笔墨的语言传神达意，抒发了个人的情感。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尚未完成的时候就已经名声在外了，后来这幅画在不少收藏名家手中辗转，清代更是被征入宫中，成为皇室藏品。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文人画已经发展成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但是到了近代，关于传统的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展开了不少激烈的讨论，是继承还是抛弃，是西化还是完全继承传统，人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也正是在这些争论之中，涌现出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文人画家。齐白石与同时代的其他绘画大家不同，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他出身贫寒，是一位农家子弟，做过农活，学过木匠，年近30才开始正式学画。但是凭着一个农夫的质朴情感和率真的赤子之心，齐白石在画作中展示出了泥土的芬香和生活的情趣。虽然这些作品不能算是传统的文人画，但在抒发个人情感、讲求笔墨情趣的角度上看，齐白石又继承了传统的文人画的精髓，将文人画与民间的艺术完美结合，也获得了文人雅士和普通民众共同的欣赏。在近现代中国书画界，关于文人画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画坛上还发起了一场新文人画运动，也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画家。在如今的中国画坛，早已经不再是传统中国画一统天下的局面，而是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但是传统的文人画作为中国画中的一个门类，它所传承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追求仍然是弥足珍贵的。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探讨传统的文人画，也更加强调了画家独立思想的自由表达，这在当下也仍然具有着深刻的意义。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这是老挝的佛教中心，礼佛布施是每个人寻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深厚的佛教传统究竟从何而来？唐与王宫深处的大佛有着怎样离奇的经历？相同寺中的壁画又承载着人们怎样的祈愿？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琅勃拉邦》。